自然就会有了啦。缘分是这样子，你他来的时候，你要去哪里？你得要从那边开车过来，是不是？来，啊，这车怎么翻了，啊？嗯，他挡路啊，先把他打翻了。好，我以为你要从那边开过来，就没有，特别跑这么远去开。缘分来就是要装忙，怎么挡也挡不住啦，哎，缘分见的你怎么留也留不了啦，你先充实自己啦，女生不怕没人要啊。嗯，男生就是想法先让自己有个钱啊，吸引人的地方啊，吸引人的地方，上了值得为你留下的地方。嗯嗯，所以不用去想说啊什么没女友没男友，虽然我们嘴上也会 嘴一嘴啦，但是就这样啦，对啊，与其没有也不要宁缺毋滥啦，真的，对啊，欸，后面那个要先炸他那个设备，那些要先哦，等一下哦，可是 不打这边他又下来击歪你也是可以啦，你不是机器人吗？怎么会叫呢？而且他还会喷血，哈哈哈哈哈，血浆吧，发发发发发发发，没事，发发，先去炸设备吧。里面还有人呢，有啊，发发，小美女，哎呦。我要炸中间车喽！炸炸炸！没有，亏亲！哈基哈基哈基，你旁边哈基，好，哦，没事没事。我旁边怎么了？我旁边怎么了？我旁边怎么了？射掉两只了。为什么？对，看到飞机那边还留残留一只。哇！我想说那一只射不到这边。在我刚才躲那一只。哦，结果你旁边射了两只，光头在狂打你，天啊！慢慢来，慢慢来，买好东西。好，被两个渣男追哦，喔，这是桃花好还是桃花烂？被两个渣男追，渣男，啊，知道他是渣男，渣男就不要，啊，不要了，对啊，對啊，你都知道是渣了，啊，你是在炫耀吗？其实这个不好，这没什么好炫耀的，这渣男就真的是炫耀，嗯，不要，啊。就像你现在肚子饿，你要去买东西吃，只剩下都是厨余，你会选吗？这个比喻，对啊，都是，啊，那厨余真好远啊！哦，都知道是渣了，干嘛还选他？对啊。哎，欸，怎么自己转成这样子？你就算是饿死，也不吃那个东西啊！小心，你要开那台吗？开跑车哦，不隔壁而已吗？不是啊，你没有人啊！不是啊，我有防弹的，欸。哎呦，你那个有防弹啊？有啊，这么帅啊！哎，欸，我怎么开大门？他记好了啦，放过他了，放过他了。够了，够了，够 了，上车再追他好吗？开这个，开这个，开这个，他自己追，他去追追击啊！嗯，不过有时候是要试过才知道啊，在一起以后才知道合不合。嗯，对啊，但是他的行为都知道是渣了，就不用试了啦，嗯。除非他很会演。哎，啊，我是觉得你如果常换，我觉得倒是还好。但是你要每一段都是非常认真的，这个才是对的。对，不然你会被说啊，你也没有多好啊，到处在换啊，反而是伤害到你自己啊。明明不是那样子，却，嗯，被人家这样说。孩子，好了，这怎么多两个人呢，啊？左边，啊，下车了，直接炸了吧？去瞄那个，哎呦，
我有，做不到哎、欸！我看看看看看，等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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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外面还有人，生的人生的人，是啊，这进不去啊。这里面有入口吗？好、啊。哦，有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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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人用少了吗？短剑出喽，短剑出喽。好，上车吧。这不用打完吗？不用，这是短剑附近的打一打就好了。哦，好。我就走到这边来了。我搞到一个好东西。你搞到什么好东西？女人。叛乱分子。很好啊，你那搞他，你口味够大，行。那你很好用啊。哪里、哦、不知道啦？因为你看它上面那一个炮管就很好用、啊。我不知道啦。哇，你拿炮管做什么？不是啊，你会拿炮管做什么？有人上炮管吗？都到这边了，你要上？啊，比较好打敌人啊。他短剑都在。哦。哦。啊，可以。打完了。打完了。放下。哎，怎么是我开车啊？我都绕这么远啊！我怎么绕这么远啊？为什么？哦，我要去后面了，是不是 ？Yeah， 对。上车啊，阿基，上车！一定要上去吗？一定要。哎呦！后面后座，请来后面滑手机。后座，请来后面滑。哎，你把别人拖出来干嘛？你要开车是不是？哎，等一下，我靠！哎呦，生气了，这个生气了，这个生气。哇，这是阿鲁巴吗？我好久没看到阿鲁巴了。你的叛乱分子会不会害我们？等一下，我进不去。后面的门。后面可以吗？上得来吗？好，我后面那个门对，好，刚做的门对，哎，那不是刚做的门啊！我go go go！ 啊，刚刚发火，干嘛？他发火箭了！你干嘛？你那么生气啊？他发火箭了！他发火箭，生气！哇塞！上面啦！哦。爆了！误会他了，怎么？我想说发火箭太凶了吧？之前有这个吗？可以帮我标个点吗？标得到吗？哦，标！标完了。哎呦！你是故意的吗？没有，我在瞄后面，我在瞄后面，他就打到东屋子，我在瞄他，很屌啊！我觉得应该瞄准的人要是副驾驶才对，要不边开车边瞄太累了吧？我送机枪啊，他一人一个部分啊。哦，对，就驾驶是主管哦。对啊。那继续聊感情吧，我们没事做的可以聊一下。嗯哼，这感情事嘛，你讲出来，其实我是觉得碰不到了，碰不到他。哇，哇，非打自己人啊！哇，你这是干嘛？哇哇哇！这也太凶残了吧！前面是一整排的三个红点吗？对，所以我一直在打。Come on, more！ 谁叫你套车的？还没死欸。好了。女武神来喽。
爆了！啊，原来车怎么逆向啊？真的，把它打爆好了。这爆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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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爆了！我看到有台车紧急转弯往后走。看到啊。是你吗？哎呀！欸、是不是前面又有一堆车啊？轰一轰啊！还有一台在哪里啊？这台吗？好像不是他欸，这一台吗？哦，好像是他。你不去追那个已经跑掉的吗？罚单欸，都是钱欸。哎呦，他叫的好惨哦。对啊。叫你骑摩托车了。哎呦，这颗压力也很大哎、欸，怎么压力很大？但是他到现在越来越凶了，真的，凶巴巴！哇，烧死！我哪有凶巴巴？哇，跟我同时射是不是？他好惨哦！准你经过了，你看，凶巴巴嘞，这里吗？嗯，底下。哦，这不能射，这不能射，这不能射哦，不能射，不能射，哟，碾下去就呵呵呵，然后就重来了。可以把钳子解一解。嗯，可以啊。他干嘛 fuck you 哎、欸？被前男友的好兄弟追求了怎么办？看你呀、啊。我会拒绝。对啊。怕哟。你看他表示说你们两个在一起的时候他就有意图了，嗯哼，这个我会拒绝。嗯，而且最好不要都是交太都是认识的圈子里面那种太近的，对，真的这样讲出去很难听，可能整个好友圈直接爆裂黑名单。对啊，直接爆裂。欸，是同一个吗？我们还是要去公开啊。欸嘿嘿，不是啦，我是说哇难得刚刚那个啦，我是说的话题啦。哦，刚刚的话题。去公开。对啊，先去公开。谁开？等一下，我先存个钱，等我一下。准你下车了，哇，他射你啦！我开吧，我开。好，你要开啊！好，有钱掉地上、欸。我是不是该买一台跑车来玩了、啊？买啊，骑那么多。你跑跑看，那台真的世界滑。你上车前先帮我小心吧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之前开箱没心，现在却有心。哦，好。怎么样？你起步被人报警了吧？你起步整个会觉得你踩到世界上最滑的各种东西，香蕉。今天会解完吗？不会，下一次才解完，解不完。嗯，等一下去见上帝。你有消吗？有消，我还在打电话。哦，来，请转弯。哦，很滑哦，轻轻按。